说人情冷暖，诉世间百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为了能离婚，我跟老公李伟分居1年多，再见面时竟是阴阳两隔。2022年3月的一天，我刚下班回到家，又累又饿，瘫在沙发上一动不想动。这时候，大姑姐打来了电话。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选择无视。紧接着，大姑姐又打电话来，猜到她肯定又是劝降，我有些烦躁。要不是看在这些年情谊的份上，我都想拉黑她。她好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在我拒接了3个电话后，婆婆又打来了。婆婆毕竟是长辈儿，况且还帮我带大了儿子。即使我再不想听她劝我原谅她儿子的碎碎念，还是勉为其难地划开了接听键。在听到婆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哭诉后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老公李伟在宿舍突发急性脑出血，被人发现后紧急送往医院，病情危重。婆婆要我立即赶往北京。我居住的小县城距离北京有上千公里，情况危急。此时高铁和航班都不赶点儿，我租了一辆车，火速开往北京，可我还是晚了一步。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李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跪倒在床前，哭得肝肠寸断，悔恨和痛苦像两条毒蛇一样啃噬着我。在这一刻，我才真正地敢于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。这个男人，即便伤我伤到骨髓里，可我还是爱他，根本做不到将他从我的生命里完全驱逐。我掀开盖在李伟脸上的白布，他苍白枯瘦的脸庞呈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又一次泪如雨下，趴在他的尸体上痛哭失声啊！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突然，我的身体被一个女人狠狠抓起来，又使劲甩在地上，歇斯底里的嘶吼，伴随着哭声震动着我的耳膜，滚开！别碰我弟弟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都是你害死了我弟弟。这下你不用离婚了，你没了男人，你儿子没了爹，你满意了吧？泪眼朦胧中，大姑姐披头散发，睁着猩红的双眼，跳着脚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我骂。要不是在医院里，估计她都敢动手打我。婆婆的脸上也没了往日的讨好和恳求，她跟大姑姐一起，一边痛哭她英年早逝的儿子，一边痛斥我的绝情和忘恩负义。我哭着跪倒在地上，请求他们的原谅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如果我还能够做到不计前嫌原谅他，一家人还一起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是不是他就不会患病？或许他能够在患病之后得到及时抢救而不会死。一切都是未知，没有答案。14岁的儿子闻讯赶来，扑倒在爸爸的床前崩溃大哭。1年多未见，他长高了，却清瘦了许多。眉眼像极了他爸爸，一想到儿子才14岁就永远失去了爸爸，感觉就像有一把利剑刺穿我的心脏，胸腔里瞬间血流成河，痛苦漫无边际。我把儿子揽在怀里，手刚触碰到他的头，就被他一把推开。他看向我的眼里充满了敌意，哆嗦着嘴唇呼号："别碰我！我和爸爸、奶奶、姑姑都那么求你，你都不回来。"我爸都知道错了，你就是不肯原谅他。这下我爸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你走，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。我蹲在墙角，身体瑟瑟发抖，心冷得能结成冰。因为一意孤行，因为要坚守心中的那份净土，我彻底变成了这个家的罪人。我今年38岁，跟老公李伟结婚15年了，儿子14岁，读初二。我跟李伟是一个村儿的，从小学到初中都在一个班上。又一起考上了县里的高中，也算是青梅竹马吧。上高中后，我俩偷偷摸摸开始谈恋爱。高中毕业，我考上了大专，落榜的李伟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。我大专毕业后，也回了家乡县城工作。不久，我们在双方父母的操持下结婚生子。如果不是后来我的提议，我们大概率会在这个小地方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，过大多数人平淡安稳的小日子。儿子3岁时，我不甘心过这种一眼看到头的日子，开始鼓励李伟辞去工作，我们一起去北京打工。
李伟被我描述的生活蓝图所打动，然后我们一起辞了职，远赴北京。儿子留在家里由婆婆照顾。由于没有学历和技术，我和李伟只能去工厂的流水线工作。好在我们年轻不怕吃苦，厂里又管吃管住，一年下来我们攒了不少钱。第二年，我们从厂里搬了出来，在外面租了个房子，终于可以夫妻团圆了。儿子上小学后，我们把他从家里接了出来，就近找了个学校，好让我们的下一代享受到北京良好的教育资源。至此，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，即便房子是租的，也终于有了家的模样。只是因为要照顾儿子，我不能干流水线的工作了，就辞职找了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。而李伟由于工作突出，已经由普通工人干到了班组长，后来又升到了车间副主任、主任。当然，收入也水涨船高。2016年，我们用积蓄在县城老家全款买了一套房。李伟说：“再干几年，把儿子供出去，再攒点养老钱，我们就回县城老家过安稳清闲的日子。”可是生活总是隐藏在某个角落，打得你措手不及。也许是饱暖思淫欲，也许是人强大了就容易膨胀，或许是自制力不强被美色瓦解了意志。总之，李伟出轨了，对象是刚在他车间工作了不到一年的一个女孩。而我竟然浑然不知，直到那个女孩挺着肚子上门逼宫，直到李伟痛哭流涕求我跟她站在一起击退小三儿。故事桥段老套的呀，几乎是烂大街，我却再也不能跟往常一样听到类似的新闻骂几句渣男，表示一下对女主人的同情后一笑而过，心像被戳进了几个大冰棱子一样，又冷又疼啊。青梅竹马30余载的感情都可以被践踏，相濡以沫10余年的相依相伴都抵不过年轻肉体激发出的欲望。我对爱情的信仰、对亲情的依赖，刹那间坍塌成一片废墟。最后，在李伟的哀求和保证下，我还是妥协了，因为我实在不甘心把我打拼这么多年的家拱手让人。何况我也舍不得我儿子缺爹少妈。我跟李伟站在一起，跟小三儿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最终，小三儿同意打掉孩子，拿一笔钱走人。我和李伟都松了一口气儿。从那以后，李伟收敛了许多，他工资卡上交，取消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，每天一下班就回家陪我和孩子，也会帮忙干些家务活。节假日他还给我发红包，带我跟儿子出去逛街，手机密码也对我开放。伤口在他的柔情和关怀里慢慢愈合。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完全释怀，重新回到过去。可事实证明，我可以原谅他，我们却再也回不到过去。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抗拒着他，他只要一跟我亲近，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翻云覆雨的香艳场面，胃里翻江倒海，身体像被无数钢针戳到一样，不自觉地缩成一团。最令我无助的是，为了面子，为了表示我对他的不在意，我还极力隐藏着这些怀疑，装得痛苦又压抑。我知道表面上的祥和掩盖不了我们不堪的内力，破镜重圆容易，重建信任难呐。终于有一天，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，说李伟嫖娼被抓，让我带钱去赎人。我彻底崩溃了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我坚决提出离婚。一辈子很长，我再也不能忍着恶心跟他一起生活。我提出要儿子的抚养权和大部分的财产，李伟不同意离婚，更不同意财产的分割。我起诉到法院，李伟痛哭流涕认错，并坚持夫妻感情并没有破裂，完全可以修复。法院没有判离，为了照顾儿子的情绪和维护他心中父亲的形象，我没有对儿子说李伟的事儿，只说因为他出轨，所以我们要离婚。儿子也哭着替李伟求情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可我真的做不到，李伟不同意离婚，那我只能分居了。我辞了职，交代他照顾好儿子，一个人回了老家县城。在这期间，儿子、婆婆和大姑姐轮番向我求情，让我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谅李伟，继续跟他好好过日子。不得已，我把李伟的事儿告诉了婆婆和大姑姐，本以为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，可没有想到，他们只是痛骂了他几句，转过头来又替他求情，说男人到了这一步，管不住自己很正常。只要钱还在家里，心还在家里，这日子就能过。
我真的走不过自己的心。如果在破败不堪的婚姻中委曲求全，每天都是受刑。所以无论大姑姐和婆婆儿子怎么求情，我都不为所动，坚决要求离婚。然后就等来了李伟的死讯。葬礼过后，我怀着深深的内疚和悔恨，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跟婆家人修复关系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婆婆和大姑姐却要求分割李伟留下的财产。厂里给的抚恤金和丧葬费是大姑姐一手操办的，已经全部在她手上。婆婆又要求我交出这些年李伟的工资，理由是这钱都是她儿子挣的，就我当收银员挣的那点工资，连买菜钱都不够。更可恨的是，他们竟然还要分走一大半儿。我跟李伟在县城买的房子，理由同上，我简直呵呵了。李伟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屈尊降贵讨好我，劝解我，原谅他。现在他死了，他们翻脸不认人，一夜之间扭转乾坤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的身上，并且还要处心积虑地来瓜分李伟的遗产。也是在这时，我猛然警醒，把李伟死亡过错推到我身上的何止只有他们，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因为灾难突如其来，因为我对这个男人未泯灭的那份情，我一度的以为是我的任性和坚持害死了李伟，一度的愧疚和痛苦的无以复加。现在想想，我何错之有？猝不及防的灾难让我有一些失智和迷茫，而婆家人的嘴脸让我终于醒悟：李伟的病跟我的离开没有直接关系，而他的不自爱才是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元凶。我为什么要愧疚？为什么要内疚？为什么要把错揽在自己身上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死了吗？法律都没有判我的罪，所以我拒绝接受他们任何形式的道德绑架，更不会做出让步和妥协。那些难眠的夜晚，我曾扪心自问：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能否放下心中的执念，违背自己的本心，去成全李伟以及他家人的心愿呢？答案是不能。想通了这些，积聚在我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，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清明。那些悔，那些痛，也因婆婆和大姑姐的绝情和算计消耗得所剩无几。我感谢他们，让我于混沌的黑暗中重新看见了生活的光亮，从而更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。在坎坷和迷途中，我也曾经试图把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，可命运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我终不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，这不是我的错。至于儿子，有合适的时机，我会告诉他全部的真相。这不是对亡者的不敬，而是因为作为家庭成员，他有权利知道真相。我已经做好了跟婆婆和大姑姐斗争的准备，该我得的我绝不会放弃，该给他们的我也绝不会多贪一分。等婆婆老了，如果她不嫌弃，我也会尽我之力去照顾她的晚年，以此报答她帮我带大儿子的恩情。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后的仁慈，也算是对我们青梅竹马的爱情的祭奠，和对李伟亡灵的告慰。从此以后再无亏欠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现在翠花呢已经正式开通了 Facebook，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。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，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Thank you.